任何时候都不能跟小人有金钱上的瓜葛，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被小人给卖了。不要总是羡慕别人拥有的，其实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自己拥有的才是最好的。做人难得糊涂，不要总想着占便宜，有时候聪明分被聪明误。现实很残酷，金钱不是万能，但没钱什么事也办不成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花钱不能太大手大脚，要去安思危，该花的花，能省则省，也未必能防老。父母为儿女付出再多都会被认为是理所应当，老了还是多为自己打算。再好的关系也不要有钱财往来，所谓亲戚不交财，交财断往来。一个人的言行能暴露其本性，不经意的一句话或者一个表情往往是最真实的样子。穷不过三代，富不过三代，花无千日红，人无一世穷，只要有积极向上的心态，总有出头的一天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了。